夏威 BB 摆寿宴，感激潘炳烈包容多年。昨晚夏威 BB 延开三十几只请饮寿酒啊，情人知己潘炳烈、谭炳文同埋好姊妹长嫂导游到场祝贺，长嫂祝夏威 BB 生日快乐、身体健康之余，仲话要代夏威 BB 讲声唔好意思，因为照顾唔到，搞到场面好混乱咁话噃。夏威 BB 人缘好啊，而契仔亦都多罗罗，好似其中一个契仔就话送上一只喷金香蕉啊，寓意夏威 BB 可以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啊，咁有意思，真系多谢晒你先啊！我今天呢是应该是八十几岁的了，因为我是1933年11月5日的，是我正式生日的。啲仔女到咗了上一次，呢一次因为太多人了，咁啊等佢咩啦吓。虽然亲生仔女就冇到啊，但是夏威 BB 都有契女 Amy 唱生日歌，爱人潘生同佢吹蜡烛波，一样是幸福满泻啊！我亦多谢我的枕边人啊，潘炳烈对我不离不弃，在我最失意的时候一直陪伴我。